哭，但有些情绪来得快，去也快，有些却挥之不去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是，我看了那么多情绪压力的案例，说穿了它有两种可能性，重点在于源头点。就像感冒的源头有两种可能性，第一种是一般病毒引起的普通感冒，另一种是滤过性病毒引起的流行性感冒。相对于情绪来说，一般病毒就是感冒的情绪。比如说你和他人因为沟通不良，因此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，相对的压力就迎面而来，这是一般的病毒，时间一过就会自然好转。而滤过性病毒的源头点是负能量，冤亲债主，既无有效的治疗法，也没头特效药。摘自太阳圣德导师著作的《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》，五步骤化解情绪压力，接通天地源头，一切不求自得。天地真正的源头是什么？又该如何接通？如何掌握？当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，一场传授至圣秘诀的接通盛会已经悄悄展开。